表演，也有这里穿插哈、啊，跟国外的连线啊，你们的参与哈、啊，我相信哈、啊，我开台信用的，会更加更加欢喜，啊，那更加哈，会保佑大家呢，身体健康、平安、顺利、赚大钱，安尼是吼。啊，而且呢，当然我们台北市哈、啊，要找到那么漂亮的风景哦、啊，已经很少了哈。那这个之前这个地方啊是没有人要来的，那后来呢慢慢整理，我已经来这里有11年了啊，整理到去目前为止呢，已经啊大家都有看得到。那原来呢，我特别请我这个老师哈、啊，我志愿的老师的团队哈，一些教学生的哦，不是干那来咧笨啦，你做来看咧笨，还有水准的哈。伊是专门咧教学生的，那今天亲自哈、喔、来这里哈、喔，啊来引导安尼是，咱掌声来鼓励一下啦。啊、那这个机缘哈，今年可以大家来这里见面哈、喔，我也希望常常可以见到各位。啊，而且最后呢，恭祝大家哈、喔，身体健康，啊，事事拢如意。啊，上重要是10月27，一定要来这里哈、喔。我对在西啊，10月5哈，已经。在这个戏剧要结束，但是呢，在结束进程呢，我们会带动唱哈，诶，这个活动哈，舞台这个活动，啊，所以大家呢踊跃来参加，拜托大家，哦，感谢各位。好，我谢谢郑主任委员哈，那么奉献这么好的场地，啊，各团队哈，啊，10月27号安排来这边做这些活动。那么要来的团队，希望啊，拜托在我们协会有登记，那么联系哈，要不然人家东西要不知道准备多少呢？啊，永和队已经安排好了啦，永和队已经安排10月27号就要走到这边来。哦，这帮你进来的，我这两天听的。来。